别动，那玩意儿一碰就爆炸。太君不敢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不要乱动，把它关上！关！插上！插上！不敢！不敢乱来呀！你把这个地雷抱起来！抱起来！ 太君，小鬼子，看仔细了。嗯，那真是不可呀。明年今日，就是俺们共同的忌日。师傅，别揍了我的耳朵。有话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要告诉师傅。 是关于十二丫的生死啊！听他说呀，有屁就放！师娘活着的时候，告诉俺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让俺发誓不能告诉你。今天，站开！ 太君叫你呢。替我转告，这里的土八路和村民，谁要胆敢再和皇军作对，这个老家伙的下场，就是他们的榜样。嗯。嘿，大海，太君的意思呢，是让你给咱们村的民兵捎个信儿。今天呢，我们杀一个随风羊，他们要是再不老实的话，我们还来扫荡。太君。 是这意思吧？明白了吧，大海？太君，他明白了。啊，可以回家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拿住了，拿住了。太君，可以了吧？嗯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 消化炉，消化炉，打！
八嘎！老家伙，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告诉我这里的村民还有土八路在哪里。呸！你做你的大头梦吧，老子就是做鬼，色嘎，也不放过你们这些不愧王八蛋。送你上西天，我成全你。红哥，红哥，红哥，红哥。